倔强，为不屈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爆破裂的信仰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横冲直撞，为你说了电话，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，再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爆破裂的信仰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横冲直撞，为你说了电话，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，昂首飞翔。也无拍拖啦，我听过几首歌呢，几首最红的嘞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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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这拍手的都是三岁以下的，好捧场 ，Amy 阿姨。好，来啊，今天你话你讲足济吼，这个传新妇嫁祖囝无？哎，足济囡仔拢我自己走出来，知道吗？换主持的，自己走出来。来，刚刚是这个好听的《势在必行》，好，唱的不好多多包涵了，我们回去再继续练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来邀请我们这个二胡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带来这首李倩娜的歌曲啊，也是蛮红的一首歌，《心灰灰》。先用心给你，别来恭祝咱地府成神哈！刘尊行信单成秋，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嘉宾朋友，也再次感谢我们红花慈善会及博捷科技有限公司。哎，你等你呢，紧的啦！